两个相连的世界就像一对双胞胎，我们必须牺牲一个，另一个才能存活。就是暗藏在北极边缘的空中大陆吗？远处那道光束和实验室另一道光束一样，我去看看。附近看起来像是有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。
到飞往那道光束所在的地方。解决了这些难缠的家伙。